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继续上堂课没有讲完的内容啊，流行语来继续今天的课程，流行语。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2006年一些什么呀流行语的排名。首先排名第一位的什么呀？天将鸟啊，大将女啊，指的是乱花钱啊，乱花男人的钱啊，也喜欢一些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以花男人钱来为目的，也是看条件而结婚这样的女人啊，我们叫她什么呀？天将鸟。那看一下排名第二位的昏男啊，这个昏男至今为止也是比较流行的一个韩语流行词，昏男，暖男啊，暖男。排名第三个是什么呀？啊，文丑，这也是什么呀？2006年啊流行词的排名。好，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单词。第一个单词 ，pexu 啊 ，pexu 在韩国呢 ，pexu 참많잖아요啊，참많아졌어요。在韩国呢，真的是像这种 pexu 啊，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啊。더많은수로啊，가고있어요啊，非常的多的在什么呀增长。pexu 指的是什么呀？白手啊。失业在家没有工作啊，没有任何职业的人叫什么呀？백수。다음大半，태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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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청년，청년指的是什么呀？청년指的是啊，到退休年龄的人啊，成年，成年。다음상생，상생，상생，长生啊，长生。다음취업求职之路啊，취업求职之路。다음마키다阻塞啊，阻塞，마키다阻塞。다음개동啊，개동，개동是什么意思啊？개동狗狗的啊，便便啊，狗狗狗的大便。개동有一个词叫什么呀？개동鸟，개동鸟，再在后面加一个鸟啊，狗便女啊，狗便女，개동鸟。这个女，这个指的是什么意思啊？指的是在地铁里不清理自家狗狗的大便的女子啊，就是狗狗在地铁上拉便便，但是呢她不清理直接走掉的人叫什么呀？给东鸟啊，狗便女。好，昏昏昏昏的的啊，昏昏的的暖和的。刚才我们说过什么呀？昏的啊，就是什么呀？昏昏的男子。指就是什么呀？暖暖的男人，昏男啊，就是说的是暖男，指外表平凡，但是有其特殊魅力，让人觉得很温暖的男人叫什么呀？昏男啊，指的是昏昏男，男杂，昏昏男，男杂，暖暖的男人叫什么呀？暖男。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백수，事业在家的人，没有职业的人，백수。백수，백수。다음大半，태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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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退休年龄，청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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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취업길，求职之路啊，취업길。취업길，취업길，취업길。다음阻塞，막히다，막히다，막히다。다음개동，개동，개동，狗狗的便便啊，개동，개동。마지막훈훈하다啊，暖和的，훈훈하다，훈훈하다，
홍군하다好，我们来看一下啊，下一组单词，第一个团购啊，我们经常说的什么呀？团购，공동구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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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微博啊，微博，미니블로그，微博，미니블로그。mini blog mini blog 好，肇事逃逸，뺑소니啊，肇事逃逸叫什么呀？뺑소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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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뺑소니。糖不实报道，我们把不实报道称作什么呀？낚시기사，钓鱼啊，钓鱼报道就是什么呀？不切实际的报道，不实报道。낚시기사，낚시기사，낚시기사，낚시기사。다음不简单，만만치않다。慢慢抢他，不简单。慢慢抢他，慢慢抢他，慢慢抢他。马吉吗？不喝酒，光吃菜的人啊，我们管这样的人叫什么呢？안주발，안주발。안주발，안주발，안주발。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团购，공동구매，공동구매，공동구매。다음微博。미니블로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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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肇事逃逸뺑소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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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实报道啊，不切实际的报道。낚시기사，낚시기사，낚시기사，낚시기사。好，不简单，만만치않다，만만치않다。慢慢抢他，慢慢抢他。马吉吗？不喝酒光吃菜的人啊，不喝酒光吃菜的人，안주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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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吉吗？啊，最后一组单词，一醉方休啊，一醉方休。코가삐뚤어지않도록마시다，코가삐뚤어지않도록마시다，一醉方休啊，一醉方休。코가삐뚤어지않도록，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시다啊，一醉方休。减肥다이어트。다이어트다이어트다음三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干一天一天就不干了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去明天不去。자신찬면，자신찬면，자신찬면，
新产品。好，油头粉面小白脸啊，油头粉面小白脸。金星，金星，欧拉比啊，金星，欧拉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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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无矿啊，无矿，没有矿，没有矿的，木得，木得。唔得，唔得，唔得。疼，脸长得好看的，儿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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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吉吗？俊男靓女啊，帅哥美女。King Ka Kun Ka 啊 ，King Ka Kun Ka， 也就是什么呀啊 ，King Ka Kun Ka， 帅哥靓女啊，美女啊，靓男啊，这个意思。好，大家先翻译个不皮哒。你最放心哦，코가비뚤어지도록마시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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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减肥。diet， diet， diet， diet。糖，작심삼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작심삼일。작심삼일한작심작심삼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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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油头粉面小白脸긴생오라비긴생오라비기생오라비기생오라비다음무矿아무矿무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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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음脸蛋长得好看而脏儿脏，儿脏。마지막俊男靓女킹카쿤카킹카쿤카킹카쿤카好，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对话部分。옛날에여보세요이말로정말많은사람들을웃겨서요啊，以前啊一句喂你好就能让很多人发笑啊，为什么会发笑呢？여보，여보啊，여보是韩语中的什么意思啊？老婆啊，老公啊，这个意思。여보세요啊，이말로정말많은사람들을웃겨서요되게크게유행을했었는데还很流行呢啊，되게크게유행했었는데만약에지금친구가전화를걸었는데제가전화를받으면서여보세요하면되게싫어할거예요万一啊现在啊和女朋友打电话，我接电话时说喂你好，可就讨人厌了啊，可就讨人厌了。옛날에여보세요이말이말로정말많은사람들을웃겨서요되게크게유행했었는데만약에지금친구가전화를걸었는데제가전화를받으면서여보세요하면되게싫어할거예요저도그유행어가굉장히유행했었다는사실은기억하는데그걸지금들으면전혀왜웃긴지모르겠어요我也啊还记得那句流行语啊曾经很流行过呢，现在听起来完全不知道有什么可笑的。
네저도그요괴요가굉장히요괴했었다는사실을기억하는데그걸지금들으면전혀왜웃긴지모르겠어요네조심해야돼요아要小心一点그래서항상 TV 를자주보는게중요하고요이미지나간여행어는안쓰는게더좋을것같아요아要注意啊经常看电视哦已经不流行的流行语啊就不要用这样就更好了네조심해야돼요그래서항상 TV 를자주보는게중요하고요아중요하고요중요하다중요아所以啊经常看电视啊很重要그래서 TV 를그래서항상 TV 를자주보는게중요하고요이미지나간여행어는안쓰는게더좋은것같아요아已经不流行的流行语啊不使的话会更好이미지나간여행어는안쓰는게더좋을것같아요아더좋을것같아요여행어아流行语말그래도여행어니까아말그래도여행어니까从字面上看啊就是什么流行语그때여행하는여행어를써줘야돼요아所以啊要用就用当下啊그때여행하는여행어를써줘야돼요要用啊什么呀当下的流行语才行哦그래야웃길수있어요아那样才可以什么呀引人发笑逗人开心啊여행어말그래도여행어니까그때여행어여행하는여행어를써줘야돼요그래그래야웃길수있어요아그래야웃길수있어요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옛날에여보세요이말이말로정말많은사람들을웃겨서요되게크게여행을했었는데만약에지금친구가전화를걸었는데제가전화를받으면서여보세요하면되게싫어할거예요아되게싫어할거예요옛날에여보세요이말로정말많은사람들을웃겨서요되게크게여행을했었는데만약에지금친구가전화를걸었는데제가전화를받으면서여보세요하면되게싫어할거예요네저도그여행어가굉장히유행했었다는사실은기억하는데그걸지금들으면전혀왜 웃긴지모르겠어요네저도그여행어가굉장히유행했었는데네저도그여행어가굉장히유행했었다는사실은기억하는데그걸지금들으면전혀왜 웃긴지모르겠어요네조심해야돼요그래서항상 TV 를자주보는게중요하고요이미지나간여행어는안쓰는게더좋을것같아요네조심해야돼요그래서항상 TV 를자주보는게중요하고요이미지나간여행어는안쓰는게더좋을것같아요여행어말그래도여행어니까그때여행하는여행어를써줘야돼요그래야웃길수있어요여행어말그래도여행어니까그때여행하는여행어를써줘야돼요그래야웃길수있어요해외에는어떤여행어가있는지되게궁금해요那海外啊啊国外啊有什么流行语呢我很好奇해외에는어떤여행어가있는지되게궁금해요在海外说啊流行语还真是难以想象呢嗯外语啊也有流行语难以想象啊해외에서여행을쓰는거는상상이안돼요외국어도아외국어도외국어로여행어가있는건상상이안돼요在海外说流行语还真是难以想象啊啊外语呢也有流行语啊也是难以想象啊해외에서여행을쓰는거는상상이안돼요외국어로여행어가있는건상상이안돼요以上啊是我和静华两人聊了的流行语지금까지저와김화씨가여행어에대해서이야기를해봤는데요
正如上述，我们很好奇海外有没有流行语呢？아까전에말했던것처럼미국에도어떤유행어가있는지되게궁금해요그런유행어가있다면댓글로써주시고요한국에있는어떤유행어를또알고있는지그것도알려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아감사하겠습니다我们啊很好奇海外有没有流行语呢？有的话，请大家给我们留言。要是也知道其他韩国流行语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十分感激。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해외에는어떤유행어가있는지되게궁금해요아되게궁금해요되게十分啊，十分很啊해외에는어떤유행어가있는지되게궁금해요해외에서유행어쓰는거는상상이안돼요외국어로유행어가있는건상상이안돼요지금까지저와김화씨가유행어에대해서이야기를해봤는데요아까전에말했던것처럼외국에도어떤유행어가있는지되게궁금해요그런유행어가있다는댓글로써주시고요한국에있는어떤유행어도알고있는지그것도알려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네외국인이들으면어떤유행어가웃긴지궁금하니까알려주세요外国人啊听到什么流行语会觉得好笑呢很好奇请告诉我们네외국인이들으면아네외국인이들으면어떤유행어가웃긴지아궁금하니까알려주세요네꼭코멘트남겨주세요아请给我们留言그리고마치기전에저는재미있는유행어하나하고끝내죠저부터할까요김기사문준네아진진스지카이처봐저도그럼옛날글로별들에게물어봐아취问星星们吧아별들별什么呀星星啊星星별들에게물어봐취问星星吧저도그럼옛날글로아저도그럼옛날글로我也是什么呀用以前的一句话来说吧별들에게물어봐去问星星们吧별들에게물어봐아재미없다아这句话真没有意思好再来看下一组对话술진짜세네아你的酒量很好吗아你很能喝吗술진짜세네아세다大啊大很有力啊很有力啊很有力的意思술진짜세네啊你的酒量真给力啊真能喝啊너도주량이만만치않은데啊你的酒量也不是盖的嘛啊你的酒量也不简单嘛너도주량이만만치않은데아너도주량이만만치않은데술하면나도안빠지지아一说到酒啊我的酒量也很不赖吧也不会落下我吧술하면나도안빠지지아술하면나도안빠지지说到酒的话呢也不会少了我吧어이가없네아真让我无语啊어이가없다어이가없네안주빨리아주세주제아안주빨리주제真让我无语啊어이가없네아真让我无语啊안주빨리주제아你这个光吃饭不喝酒的人啊光你这个光吃菜不喝酒不光吃菜不喝酒的人안주빨리주제주제什么意思啊주제주제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呀주제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呀是主题啊本题啊正题啊主题的意思但是在这样的句子里翻译成什么呀啊你的啊这里的意思指的什么呀指的是境地啊境地的意思你是一个啊光吃菜不喝酒的人的境地啊还敢说这些啊어이가없네啊真让我无语안주바린주제啊像你这个光吃菜不喝酒的人
确定干几人嘛，信得我呀？啊，那我们就喝作喝醉为止吧。确定啊，确定醉啊，醉酒。确定确定干几人嘛，信得我呀？那我们喝醉为止吧。좋아서好啊。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啊，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那我们就一醉方休吧啊。좋아서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啊，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자다시한번읽읍시다술진짜세네啊，真的很能喝嘛。술진짜세네요즘주량이만만치않은데啊，요즘주량이만만치않은데요즘주량이만만치않은데술하면너도안빠지지술하면너도안빠지지술하면너도안빠지지어이가없네아진짜무语啊，어이가없네안주팔이주대안주팔이주대추할때까지마시는거야추할때까지마시는거야좋아서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좋아서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좋아서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요아마셔보자고좋아서코가삐뚤어지도록마셔보자고好，看下一组对话。你不是减肥吗？还吃啊？다이어트한다면서또먹냐？啊，你不是在减肥吗？다이어트한다면서또먹냐？你不是要减肥吗？怎么还在吃啊？내일부터다이어트하면돼。好，明天啊，从明天开始减肥就可以了。내일부터다이어트하면돼。啊，내일부터다이어트하면돼。어느부터다이어트할거야要从今天开始啊，要减肥了。어느부터다이어트할거야어느부터다이어트할거야작심삼일아니지아니不会是两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吧작심삼일아니지작심삼일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작심삼일아니지다이어트한다고하루종일굶었어아因为啊在减肥所以啊饿了一整天다이어트한다고하루종일굶었어그런다고살이빠지냐아那样下去的话会减下去肉吗그런다고살이빠지냐아그런다고살이빠지냐那样的话能减下去肉吗난왜살이안빠진까啊，난왜살이안빠질까我怎么就减不下去呢난왜살이안빠질까몸을움직여야살이빠지지啊，你得要运动的话，你要身体啊要运动的话，肉才会什么呀减下去。몸을움직여야살이빠지지啊，몸을움직여야살이빠지지몸을움직여야살이빠지지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啊，完整的读一遍。다이어트한다면서또먹냐다이어트한다면서또먹냐다이어트한다면서또먹냐내일부터다이어트하면돼내일부터다이어트하면돼오늘부터다이어트할거야오늘부터다이어트할거야작심삼일아니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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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다이어트한다고하루종일굶었어다이어트한다고하루종일굶었어그런다고살이빠지냐그런다고살이빠지냐난왜살이안빠질까난왜살이안빠질까
난왜차례안맞을까몸을움직여야살이빠지지몸을움직여야살이빠지지몸을움직여야살이빠지지好来看下一组对话유로비소올린머리하면무대안경정말멋지지않니啊头啊背头无框眼镜是不是啊很帅气啊유로머리올린머리하면啊유로비소올린머리하면무대안경정말멋지지않니유로비소올린머리하면무대안경정말멋지지않니멋지긴뭐가멋지냐기생얼라비같구만아기생기생刚才我们说过啊기생얼라비什么呀油头粉面的啊人叫什么呀기생얼라비기생기생얼라비멋지긴뭐가멋지냐기생얼라비같구만제가우리학교얼짱이잖아아제가우리학교얼짱이잖아我呀啊他呀제가啊우리학교얼짱이잖아他呀就是我们学校中啊脸长得最好看的역시예쁘긴예쁘다啊确实很漂亮啊역시예쁘긴예쁘다啊真的是确实很漂亮啊역시确实果然역시예쁘긴예쁘다이번축제에킹카쿵카선발대회한다는데한번나가볼까听说啊这次啊庆祝活动啊将会选出最有魅力的男女啊去参加怎么样啊啊我去参加怎么样呢이번축제에킹카쿵카선발대회한다는데한번나가볼까아한번나가볼까그래한번나가봐아去参加试试吧자다시한번읽어봅시다유로비소올린머리하면무대안경정말멋지지않니유로비소올린머리하면무대안경정말멋지지않니유로비소올린머리하면무대안경정말멋지지않니멋지긴뭐가멋지냐기생얼라비같구만멋지긴뭐가멋지냐기생얼라비같구만멋지긴뭐가멋지냐기생올라비같구만제가우리학교얼짱이잖아제가우리학교얼짱이잖아아可是啊我们学校啊长得最好看的역시예쁘긴예쁘다역시예쁘긴예쁘다역시예쁘긴예쁘다이번축제에아이번축제에킹카쿵카선발대회한다는데한번나가볼까이번축제에킹카쿵카선발대회한다는데한번나가볼까이번축제에킹카쿵카선발대회하자는데한번나가볼까그래한번나가봐그래한번나가봐好，我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语法，谓词加上什么而高也有啊，这个是什么时候使用啊？结束句子时使用，如果有收音呢就用而高也有，如果没有收音的话直接加里而高也有，如果主语是第一人称呢不用用于疑问句，但是如果主语是第二人称时啊可以用于疑问句，比如说看第一个例子이음료는아이음료는是요啊음료啊是요不是유啊이음료이이음료는맛있을거예요아이음료는이음료는맛있을거예요네맛있을거예요啊是的可能啊好喝이음료는맛있을거예요네맛있을거예요会很好喝지영씨는내일부산에갈거예요지영아明天要去釜山吗지영씨는내일부산에
갈 거예요? 아지영 씨는 내일 부산에 갈 거예요? 네 갈 거예요. 아 是的，可能去。네 갈 거예요。다시 한 번 열어 봅시다。이 음료는 맛있을 거예요? 이 음료는 맛있을 거예요? 네, 맛있을 거예요。네맛있을거예요진영씨는내일부산에갈거예요진영씨는내일부산에갈거예요네갈거예요네갈거예요和表示过去时아아连用어제태국을더워서거예요啊，泰国昨天啊可能很热啊，泰国昨天可能很热。어제태국은더워서거예요。어제태국은더워서거예요。看第二个例句，那个朋友可能已经走了。그친구가벌써갔을거예요。그친구가벌써갔을거예요。那个朋友已经走了。그친구가벌써갔을거예요。看下一个，表示第一人称的意志啊，表示第一人称的意志。주말주말고향고향에갈거예요。주말고향에갈거예요。주말고향에갈거예요。周末啊，要回老家啊。周末要回老家。주말고향에갈거예요。因为太热，因为天热，我想吃冷面。你呢？더우니까저는냉면을먹을거예요。당신은요？더우니까저는냉면을먹을거예요。당신은요？더우니까저는냉면을먹을거예요。당신은요？想询问对方的想法时啊，也可以使用，比如说什么时候回家？언제집으로돌아갈거예요？언제집으로돌아갈거예요？언제집으로돌아갈거예요？明天要去哪里呢？내일어디로갈거예요？내일어디로갈거예요？而歌西达和而歌也有的区别，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同样是表示什么呀？将来，都表示推测、意志和询问对方的意思时使用。但是而歌西达呢是书面语，而歌也有呢是口语，所以啊，一般来说，在讲究形式的场合，如采访、新闻时啊，都用里而歌西达，这样会更正式一些嘛。比如说采访和新闻呢，它都是比较正式的场合啊，我们也是要用啊比较正式一点的语言。里尔戈西达，一般对话时啊，我们就不会那么正式，就一般用里尔戈伊尤啊，这样就可以了。好，又到了我们梅汉纳迪每日一句的环节了，看看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又是怎样的一句话呢？失误中度过人生和茫茫和碌碌无为的人生相比，不能更受人尊敬。而且更加人有用啊！失误中度过人生和碌碌无为的人生相比，不能更受人尊敬，而且更加有用。실수하면보는인생은아무것도하지않고보는인생보다훨씬존경스러울뿐아니라훨씬더유용한다啊！실수하면보는인생은啊。在失误中啊走过的人生，修苏还没有朋友迎接应啊，边失误啊边度过的人生，修苏还没有朋友迎接应，阿姆古多阿吉安库啊什么也不做，朋友迎接不大啊，比什么都不做这样的人相比啊，欢喜从今思维不难尼拉，不仅啊更受人尊敬啊，不仅更受人尊敬。훨씬더유용하다，而且还怎么样，更加的有用
好，我们再来读一下。现实汉中本命先人阿姆古大将国本命先不大婚姻总中四六位不满你啦婚姻头有用很大啊。现实汉中本命先人阿姆古大将国本命先不大婚姻总中四六位不满你啦婚姻头有用很大。好，오늘수업이여기까지끝나겠습니다네여러분들수고하셨습니다네다음에만나봅시다